那无必要，就莫见面。你敢不知影拄则卢家峰咧跟踪你？若毋是前夜及时发现暗号你，你即马想已经白空啊！咱规个计划嘛拢拍乱去啊！是嘞啊，干爹，我知你最近因为朱丽萍，还有谢东俊的代志，不过足操烦的。也毋过即马真正足紧急的嘛，这件代志，若是甲老母咪有关系呢？而且更有关的，文瑶一直藏在心内，一个足大的秘密。所以我一定要当面跟你讲个清楚。继续讲。想袂到罗家竟然要这段过去，照这时间个算起来，应该是迄几年啊。罗在英几落头壳拢想要找米姑的下落，老虎咪站袂住，所以才用这种假绑票的方式，想要把红师的心掠倒转来。哼，这老虎咪的个性真遐强势，伊安尼做，我完全袂感觉意外。即马罗家规家伙啊，拢团结一条心啊！我拄好用利用这粒未爆弹。偷偷来个拼者，我就看因家的好野人到底能团结多久。今麦这敢是重点？重点是文瑶。干爹，你敢不是跟我讲过，文瑶一直拢是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唔捌看过对任何一个查囡仔动心过。伊心内迄个位置，早晚拢是我的。啊，结果今麦嘞，真明显啊，根本唔是安尼啊。你先别着急，有啥物话偷偷讲。我是要安怎无着急？因两个的婚早就伫个囡仔时代就开始啊呢。文瑶哥哥还当作是一个宝贝的秘密，藏伫个心内，藏到今嘛一直唔去解放袂记的。迄就表示讲，伊心内迄个位置早就已经去予罗安姐占去啊。哎呀！迄就是两个囡仔人啊，为着要闪避歹人伫个工寮啊，啊带一个尔，啊煞乎你讲甲，因未输是三明还是同款，伤憨啦。无怪，无怪，迄天伫个桥顶，文瑶的反应会这么反常，敢会是，就亲像是，伊找足久的查某囡仔，总算去会找到啊了。啊！煞竟然伫伊个面头前跋在水底找无人，所以伊就归去，归去无顾家己个性命，我哪对你跋落去对无？唔对啦，你想想说，就算讲啊，文瑶真正要救过罗安杰啊，细汉迄个时阵是同情，啊那桥顶迄边啊是一个任务。你根本就是咧替伊找借口咧帮伊讲话嘛！干爹，你拢无看到？伊特别看罗安姐的眼神，就参照是我咧看伊同款。迄真正去爱到的眼神，甲感情，迄是无法度藏的。啊，对，干爹，你现在有搞交代哦？这件代志绝对袂用让任何人知影，尤其袂使让干爹你知影。你是不是有哪感觉无着势啊？对不？伊就是惊讲，万一这件代志啊，别康罗安姐受伤，所以是明显啊，伊就是要见。那你我是要安怎？我袂用的啦，干爹，那我是要安怎？剩我一个人诶，我一生遐尔济，我是要安怎？伊心内袂介意我，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唔知我要安怎，你我叫你报名，是要安怎？静静的。你现在敢知影你家己在讲啥物？你伫我面头前讲我为亲生后生，为着罗安杰，为着一个查某，伊就心存，伊甲陈家的使命，甲伊囝仔头，
啊，承担的亲属大婚，甚至是伊喙齿应加的，爱度过伫育幼院艰苦的生活，啊，佮有说二十年来伊经历的风霜，伊的牺牲佮付出，全部拢放袂记，都为着一个爱情。你敢会想过看到迄罗安杰，想过看见文瑶啊？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干爹，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迄意思。我不是挑工在你的背后说他的坏话，还是塞人你两个感情说他反背你，他是跟你最重要的人，对我也是啊。哎，起来起来，文瑶是我的后生，我比任何人搁较了解。伊毋是迄种啊，毋知影轻重、做代志无分寸的人。你讲迄件代志，只是伊一个回忆尔，真普通。若真正对伊有甚物特殊的意义，伊就继续藏伫伊的心内，伊哪有需要坦白甲你讲的，对吧？所以文瑶，伊毋是真正去有爱情冲昏头。伊对罗安姐的关心，还佫遐温柔的笑容，拢只是为着要报仇，拢是演出来的，对无？啊，无咧。伊暗暝来找我，伊有清脆，等我面甲解释啊。伊讲伊安尼做，主要是要完成我交代予伊的任务啊。我嘛认为安尼做做得真好啊。好啦，我也别乱想。即马罗家的人啊，又要重新团结起来。咱这边啊，要更加心头了定，要互相信任，继续收听。安尼，毋则会当早一天来完成咱的计划。你甲文瑶要做伙，这个心愿，嘛会当早一天来实现啊。嗯，干爹，是嘞。拄则是真正我想伤济，我想骄傲啦，你莫甲我生气好无？查某囝哩，咱爸仔囝啥物时阵啊有嫁也是有，就算讲啊起性地，过去都随便记啊。你即摆上应该去做的就是啊，赶紧化解罗家峰对你的怀疑。佮阿妹，你毋是要去留只机？时间差不多啊，应该要回去了。嗯，好了。我拄则甲你讲绑票的代志。放心啦，我会处理，每个代志肯定为你遐去。那呢，我先来走啊。出去的时候，阿谢你。嗯。文雅，我已经跟你提醒过了，你也是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。既然这殡仪馆你不在调过，那你只好我亲身出去吧。喂，文金嘛，嗯，今天你问子涵回来哦，今晚我来吃那团圆饭啦，嗯。菜水草。菜水草，你袂记啊？菜水草都是草他啦。哦，喂，喂，拍谁拍谁？调我下午，你带你带你，喂，喂。哎，安姐。到下班。我带人来搞小醉。
跟你大家讲哦，你们看这阿舅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你拿着球哦，那斗牛赶快有够笑哎，哦，就恐怖哎。你来雄雄去讲到臭蛋啦！你不是讲这个人做暗婚的？你我查，有人去营造厂找伊，敢真实嘞？嗯，来找伊的是一个查甫人。这是你官商求哟！二十几年来都无代志，哪有人来找伊啦？你先卖紧张，我会去处理。管啦，我再跟你讲啊。你还真做处理呢，啊？原来老虎皮真正就是当年去让绑架安琪的祖庙。金明啊，你老公我是斗牛，还是像连斗牛都唔惊？你啊，敢讲我？看起来跟第一个开始行动啊，老虎比较的消息，你再见不安。伊啊，啊是安怎是无啦？啊，今日有只打电话来是讲啥？啊，无你那安尼失神失神啊？啊，无啦，文静就讲，之前个连米厂的迄个老员工碰柑的过身年啦，所以听着心情不好。碰柑过身啊？啊无，先去家己厝内人关心一下啦。哦，碰柑哦，会当放心离开啦。我来敲一下电话联络，看有甚物要处理啦。来，今仔自然回来哦，我去看一罐好洋酒来给恁啉。